在季冠军赛中，李洛勤虽然拍戏、练武、蜡烛两头烧，但他还是以精湛的武技和丰富的情感，成功征服了金牌评审，顺利抢进了年度总冠军赛。但面对难度更高的比赛、更强劲的对手，相对的，广正老师对他的要求也就更加的严苛了。我们在跳舞的时候，为了跟平常人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在身体的立体度。所以当我们在走 run bar walk 的时候，我们的热舞必须要指出左边或右边是最主要的前进方向。可是洛勤在走路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太过于整个平面，所以他在立体度上面来说，他就没有那么立体。所以你要从左边，然后就带膝盖转，这个核心跟膝盖。原以为挑战多次的论霸会是洛勤最有信心的五科，但没想到除了最基本的 Roomba Walk 都遭到广正老师的严厉指正之外，就连转圈也遇到了难题。关于转圈的问题呢，洛勤最近在比较忙碌的过程中，他比较没有办法冷静下来思考，所以他在这条舞目前为止有很多的转圈都不是他自己转，都是我扯着他转。只要老师一使力呢，加上我的核心肌群不够强大，所以我常常的下场就是被甩出去。给我们找来不及啊，老师，哎呦，一只软脚，怎么办？太崩溃了。濒临崩溃边缘的洛勤，能够克服这些困难，再次展现强韧的毅力，一举创造出更令人惊艳的表演吗？谢谢李洛勤，以杨广正老师带来的润吧。